外面做乌鸟，我要教你绑个咪咪冒冒。来啦！来啦！你在哪里家啊？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小情趣，啊，无说你就好，你的电影机看到。对。我觉得今天是意识到空间大这件事啦，就是你们可以过来，这里都是你的游乐场嘛，这边厨房。啊，你是往那边去的，对，可以到更深一点，合适的地方。再丢一次，再丢，然后帮友成套上去好了。啊，友成这件就算了。对 对，就算了。你请，我先准备你请，你该你请。你别讲名，豆名。豆名，豆名，豆名。我讲。什么意思？没事。喝，结束以后。带你。没来啊？没来，有这么快啊？我其实蛮担心这场一开始，因为就是一开始想说，就是里面戏里面有很多什么友成脱光光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哈哈就饥渴的状态，然后一直在想要怎么演，然后现在就觉得好像还蛮好笑的，因为 U 型就是很 sexy， 然后我好像是比较是 S 的那个，就觉得很好笑。来，我想要看春晚的那个效果是什么？春晚，那等一下。你里面愿意脱吗？啊、你愿意露点吗？可以啊，就是连那个，连背心都脱掉了，背心脱掉，然后套上这个，然后套完以后立春出现嘛。来吧，来吧，这是什么游戏？抓来螃蟹是不是？啊！你刚刚在唱。等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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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几个？我那个衣服它迷迷蒙蒙。呀！买了吧，买了，买了，买了不？哎呀！哈哈哈！那遐灵活，再来关注，啥穿的啦？哦，我跟你讲。惊无畏地，好，就要当第一集的 ending， 就你刚出现，所以你可能不马上接话，是你只要一句话就好。话是买的，买的，买的，阿宝的，阿宝的，买的，金额来万，好，你好 ，ready， 我要跟你绑个咪咪猫猫，买了，买了，买了，你来穿，你来你家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救命，小雨，哇。好，你说什么？你的，然后你要变好。来，湿气的时候先从猫开始。他变猫，你然后你变老虎。好，我洗尿。你刷地板，我是刷尿。我刷尿。我要跟你讲尿。我尿。我尿就感觉。看到有朋友两个人的朋友的情趣是两个人会安尼喵喵喵，就想讲啊，那安尼就会使甲友情喵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Ready? And action. 是啊，你要搞多少会？拜托，你啥会当先穿个好势，你才来甲我讲话。好，好。好。你照片。
好高哎，记得干嘛就嘻哈哎，就是没有什么违和感。对，就嘻哈悠闲。这样穿这衣衫，我感觉都欢喜。